지금 저기 도착했고 빵 먹을 거예요. 빵. 오늘 언니 패션이 굉장히 빵 먹을 것 같아가지고 무슨 뜻인지 모르겠지만. 你怎么感觉你像听懂我说的什么似的？할거 아니야. 我觉得这种好吃，我爱吃牛角包。应该去那边，那边有。那有夹子。啊，他们说这个好吃，吃过吗？没吃过，哪个呢？可以。还要不什么？杏仁吐司。拍了吗？好看吗？没。啊。哦，颜色还挺好看。별론것같은데。我的实力。我才知道这是首尔的。柠檬的味道很强。你拿这个，要跑哪里呢？这个有吗？완전맛있어보이는데好吃吗？스토리올렸어요인스타층에살오늘给你拍照但是这一好那什么点了一个菌菇的你再看一下好没点主食呢，这个相当于半个主食吧。你想吃那个生鲜吗？生鲜，生鲜可以点，但是也不是必须的那种。那就不点了，反正最近疫情，对对，吃这种挺危险的，我感觉。其实都差不多，牛排都差不多。嗯长相应该差不太多吧。对对。啊，你是反过来的吧？对对对。能看到吗？能看到，这样。啊，对。完了，这汤全被我的墨子的。这怎么哪去呢？搞笑吗？笑死了！这咋拍呢？搞笑吗？我想象的画面挺搞笑的。没呀。这个好不错呀，真的好好喝。你开大一点是不是就好了？我基本上以为这种肉都是那种一放就直接放，但是我戴帽子真的堆一下，这样吗？你往下栽种，因为它能拍出来，你知道吗？对对对，它就毛了。对，我以前买过老多这种的。没买他家之前，我也踩过不少雷，看上去毛毛很多，后来毛毛老少。这个这种白色也特别好看。嗯，对，但是我没买白色。他家还是挺轻的。我就是白。嗯嗯，好。要不要吃这个？你吃好吃的时候就开心。
就是突然上升的那种感觉。嗯，每天都会喝吗？嗯，我基本上每天都喝。你在广州每天喝，在回大连因为太累了吧？嗯，我每天早上起不来，啊，所以这个环节已经忽略了。早上喝美式呗。哦，好理想的那种生活。对啊，我有种就是喝美式的那第一口就感觉啊精神的那种。我之前不太喝，就喝习惯了，觉得太好喝了，喝别的都觉得太甜。对对对对对，来一块的那个东西好吃。就是广州和大连，我感觉大连呢，是吗？我在大连生活习惯，肯定大连更好吃。嗯，你在大连待习惯，你去南方你会发现东西都可少了一份儿。大连北方就是属于那种一大份一大份的，就是。但是你要去南方，你就发现一份好小，一份好小。哦。因为可能南方人就是吃的少吧。嗯。韩语真的，韩语就有一种嗲里嗲气的感觉。啊，确实。是不是？不入京，不好看。什么？我天天就是他们说不好看的时候，我都会一激灵。啊，好看。사진좀찍다가돌아왔어요우후어떤지모르겠네지금내상태가상태가어떤지모르겠어지금은이제바다에갈거예요지금보이시나불신고바다에갈겁니다근데바다가좀그돌로되어있는그런바다있잖아요그런바다여가지고운동화로가나를신어야할것같긴해요이게한 9cm 인가 되더라고요도착했어요지금이신발을신고갈수있을지모르겠다逆光这种好看哎，走吧。哇哦！哦，你好。我每次在这里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表情。还可以，挺好看的，其实。这也太美了。等一下，你应该往左一点，你再往左一点。对对对对。嗯嗯。刚才那种自然的就挺还行，可以可以。我觉得自然点好看一点。你应该说你说韩语，我觉得这个时候，啊、等一下，你要把着它，然后你说一句韩语，然后推后那种好一点，啊、我觉得，是不是啊？对对对对，这种感觉。那我该说什么呢？你这样擦擦镜头也行，是不是？你不要真擦，你就这个意思一下就行。嗯，好，可以，美。嗯嗯。我想拍你。不要录我，太可爱了。好了。那你们好呀。Hello。我不要你，主要是我现在造型太憨了，你要让我脱衣服，然后戴帽子，你不小心录到我的美貌呢，笑死了，搞笑不？搞笑，哎呀，这里真的好绝。지금딱그시간이딱그오후3시쯤이어가지고태양이지금딱너무예뻐요지금완전짱이야짱지금별로생각보다오늘영화라고했는데별로춥지도않고괜찮은것같아요오오这韩语真好听是吗？啊，我还是我也是觉得就是韩语说完比中文好听一点。韩语有那种撒娇的语气，我觉得。哎，但是我也用不上啊，我想用一用，给帅气的男人。